比如麻油鸡为什么要勾芡？哦，你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哦。辣的，盐巴闻不出来。哦，闻。我这辈子最怕吃咸的。你上次是说怕辣。嗯，它那个盐不用甜呢。邱文琪。我。真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。是我中了是不是？我是吃到咸的没有错。他们要吃的是什么？极咸的麻油鸡饭，有一个是正常的啊，两个是极咸的。谁先吃？你如果吃到正常，你就说我是吃到正常的这样。对，你就直接讲就好。哦，你是丢搞哟，骗你的就更好。哇，那很简单的对话，这么好骗。洪都拉斯先来，我先来啊。哎，麻油鸡，一个是没有鸡肉啊，没有鸡肉，也没有汤，你忙也没有勾芡这样子，你比如说麻油鸡为什么要勾芡？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哦。辣的，盐巴闻不出来。哦，闻哦。哎呦，我这应该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好正常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我这辈子最怕吃咸的。你上次是说怕辣。要喝水吗？不用。不要。好了，喝一下。后面，后面。认主，你是喝假酒？他真的吃到了。对啊，他吃到咸，他咸到脑筋都坏掉。对啊。张文琪，我觉得你该会吃到。哦。哎。他闻不出来，盐巴怎么闻得出来？好紧张哦。嗯。它那个盐不用甜呢，很咸哦。嗯，你会是正常的哦。我看你怎么演，不是看到了，看到盐巴了，是不是？但没有想到这么甜啊。你们觉得谁吃到正常？我觉得红哥有吃到咸，我觉得红哥有吃到咸。还有张文琪跟詹姆斯两个选一个，对。詹文琪应该不知道我们有多咸，所以他表现得太自然。嗯，母士跟文琪，我偏文琪一点点。我也是偏文琪。母士跟文琪，我偏詹姆斯一点点。詹姆斯他装心虚装得蛮好的。嗯，猜拳输的这两个有猜拳，自己都没有主见。剪刀石，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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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刀石头布。张文琪，你们俩都偏他，那就偏他好了。那二张一摘，好不好？好，邱文琪。我。他也要演吗？他不用演了。我。哦，真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。是我中了是不是？我是吃上咸的没有错。去吃再不是。而且你的表情怎么那么好？还是红哥吧。太小口了吧，咸的是吗？汤姆是来啦，他心虚被我抓到，我想那是他是演的是装的，坚持，你的是正常的，对啊，我刚以为你吃到，哎，我喝吧，你们有吃的，来，但我觉得我们来这边吃。